你点吧，我点不了，我们你亮，你亮。拿出纸条，把卡拿出来，插进去，插哪儿啊？没用过。哎，那个大亮，插这儿。我知道，用你管。插进去，输入爸爸的卡号。输入爸爸的名字，张有钱。输入妈妈的卡号，妈妈的名字李有才。他爸妈名字太绝了，我爸叫郭百万，一分没得着。哎，那个大亮，我单位有急事儿，我得赶回去，你快点行吧，你别嘚咕了行吗？你着急啊？我着急，前面还有个提款机。啊，前面还有一个。哎呀，谢谢啊。哦，在哪儿呢？抚顺、鞍山、葫芦岛都有，你去吧。我等着。你别在这儿等，我害怕。你上后面去。哎呀，你快点行吗？你烦人，又得从头来。爸爸的卡号，爸爸的名字。哎呀，张有才。妈妈的卡号，妈妈的名字。李有钱。密码，我媳妇儿设置的密码太绝了，谁也猜不出来。我背了一下午，654321。干啥？干啥了？我输密码，远点。别看，我看不见，我这么远，我看得见吗？我。654321，这还用看吗？这个。汇报一下。别说话，我去。男的说话没事，女的千万别说话。喂，媳妇儿，啊，我完成了，给妈妈打去10000，给爸爸打去10000，还有10000。对，啊，好好好。哎呀，嗯，行。那个干什么？我该我了。我还没拿条呢。条拿了，好。你这么着急，你早晚落点啥？我就没见过这么磨叽的人，我跟你说，什么玩意儿？这爸爸的名字，妈妈的名字。哎，那个大亮，哎，你卡，什么人呢？这是，哎呀，你这，哎呀，取10000块钱。阿磊，哎呀。张总，哎呀，你好，啊，你好，你是钱胜峰，我二姑父，啊，你好，你郑大老板，还取现金呢？那该花也得花呀，取这些钱，给谁花呀？啊，给谁花？告诉我，给谁花？我告诉你啊，那个，我们家那个桌子啊，就有点晃荡啊。我就拿这钱垫桌子腿儿，行了吧？不行啊，张总，你把那钱给我，我去垫桌子腿儿。我跟你开玩笑呢。行了，我取完了，你取吧。啊，我取不了啊，一没卡，二没钱，我就是路过，分享一下别人取钱的快乐。哦，那行。那你在这儿快乐吧，啊，我走了。哎，张总，干嘛呀？你别走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哎，我单位啊，今天等着我签合同，我得赶快回去。一分钟，啊，就一分钟。那行，一分钟，来，你说，你看啊，啊，你，嗯，是咱们小区最大的老板啊，我是咱们小区最优秀的待业青年，咱们俩能不能强强联合，在你公司给我安排个工作啥的？很好，
啊，可以啊。那你想干点啥呀？我给你当秘书吧。你都会啥呀？我啥都会呀。啊，那好啊，但我不是女的。不是，你想说啥呀？我不想做手术。谁让你做手术了？你谁呀你呀？聊这半天你不知道我是谁呀？我不知道啊。我王小倩。这人也太欠了，这人。哎，谁的车违章停车，罚款100啊！我的，哎，我的，你呀，我的，哎，这人把我忘了。你看，行，小伙子你真行啊！你今天让我成功的认识了你，啊、贴条了，罚了我100，对不起，再见。哎，没有事。哎，张总，干嘛？你卡落这了，卡！哎呀，这不是我的卡啊！就刚才在我前面取钱的一个特亮的那个人啊，他忘这儿了。对呀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得赶快走，你在这儿等会儿吧。啊，他一会儿可能就回来拿卡来了，行吧？行，你放心吧。哎，那个、张总啊，那个我工作的事儿，哎，也别说工作的事儿了啊。那个这样，那个你拿这卡，你别在那个机器上瞎捅咕啊。我捅咕啥呀？也不知道密码。再说了，啊、他密码也不可能设计成123456543210啥的，对吧？啊，那个，哎呀，那我等会儿他吧。哎，小姨夫爷爷，跑过了，锻炼身体呢啊！哎，锻炼啥身体？起来，小伙子，咋的了？你认识他呀？我小姨夫爷爷。哎呀，就是他。哎，哎，大亮，别说话。大亮，到这儿了，然后拿着纸儿。然后插进去，大亮，一个小子给我捣乱，别动啊！一个捣乱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插了，这是我的卡，你的，你捡到了，我捡到了，谢谢哎呀，甭客气，甭客气，太好了，哎呀，要不然我媳妇得骂死我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没事了，谢谢，哎，那我走了，不行啊，做好事不能不留名，你叫啥？那个我们公司张总。啥？张总，你姓张啊？你一点都不脏。谁姓张啊？小张，我姓张，张总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小姨夫爷爷，为了还你这卡啊、哦，一直在这等着了。对，车都被贴条了，还罚了100块钱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啥没事啊？你为了等我啊，车被贴条了啊，还罚了100块钱。对。我给你，哎呀，那不怪你，那不行，哎，不是，你别扔，拦着他，哎，不行不行，那哪行啊？我跟你说，来来来，把手给我，有一个上千，不行，一毛，一毛，等会儿，哎呀，三分，没了，就一毛三呢，这一分哥挺难找啊，这一分呢，不是，这咱一毛三就一毛三吧，啊，我得赶快走了，不行，王小倩，啊，借我100块钱，给他。我没钱，你大老爷们出门不带钱呢？你带了，我带1毛3呢。你不有卡吗？取100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不用。哎，他取钱推磨叽了，他的。那个，这我单位哎1000万大合同，我等着签。我打个电话，请示一下。不是，取100块钱还跟银行请示啊？对呀、啊，跟啥银行请示？比银行厉害多了。啊，别说话。哦、哎啊，你俩可以说，女的不许说话。我这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哎，都是蛤蟆叫呢，没事儿。来，媳妇儿是这样的，咱们家呢，这个卡我落在这个提款机了，啊，是一个小伙子他给取的了，然后一直在这等，他的车因为这件事还罚了100块钱，你说咱是不是得给他呀？咋的了？你快点啊，干嘛呢这是？让他骂一会儿。哎呦，别，快点快点。还在骂。大哥的，我真有事，我等着签合同呢，这是大生意。你别着急，快点。好。哎呦，媳妇儿，你别再骂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决定了，这100块钱我给他。哎，回去再说吧。我是不是爷们儿？哎呀，讨厌。哎呀，讨厌的。快快快，取钱吧。我的卡呢？卡。哦，找找找找，在你这儿，在这儿。不是这个，哎呀，你哪去了？在这儿。妈呀！妈呀！
是咋了？密码忘了，654321。嗯，你怎么知道？嗯，不是、啊、那个，就是刚才你在我前面取钱的时候，你喊出来了，我听见了。求求你别再说出去，好不好？大家都知道了。大家说他的密码多少？你听听，我这顿揍算是跑不了了。求求你千万别传出去啊！小姨夫爷爷，你啥脑袋呀？这么简单的密码你都给忘了？哎呀，你真的吧？你好好查查余额，里边少没少钱吧？好，我查查余额。啊、对，你查。查啥玩意儿？查，哎，查啥？余额啊？怎么查余额？那不是给我取100块钱吗？啊，你别多心，我说是万一少了呢？我啥也没说。对，他说的，我是说取出100块钱给你。啊，那行，别查查看里边少了没有，查余额。查什么余额？我又不怀疑你。查余额必须查，要我拿了呢？查余额。哎，你别吵吵我，我没事啊。你快点查，查余额，查什么人呢？查余额，输密码，输啥密码？输明码，大家一起来。不完了吗？妈呀，少了，少多少啊？少10000。我给他妈打去10000，给他爸打去10000，原来还剩10000多，现在就剩6.66块了。你俩一伙的吧？你俩想干啥呀？啊，想干啥呀？看我干嘛？我真没想到，你长了个人面，却是兽心。你取我10000块钱干啥呀？谁取你10000块钱了？我取你10000块钱，我还在这等着你。怎么办？搜身吧。搜身。我丢的。小姨夫爷爷，你要从我身上搜出1分钱来，我是你孙子。干啥呀？干啥？你要搜我是吧？你要搜我是吧？你凭什么搜我？你凭什么搜我呀？那咋办？还要搜啊？报警吧，报警！你等会儿，报警是吧？好，我先声明一下啊，看吗？我的钱，我的，我来我卡取的，我的。张总，咋的？能真巧吗？咋的？刚才咋不拿出来呢？他少10000，你拿出来了。刚才没啥余额的，拿什么钱？你别吵吵，你别吵吵，有理不在身高。怎么着吧？我身这么高，我也没吵吵啊，对不？我给你指条明路吧，兄弟。如果你把10000块钱还给我，然后呢，你再给我赔礼道歉，我呢就不打电话，我饶你一条生路，行不？我给你10000块钱啊，我还向你道歉啊。没门儿！我撑着我，你报警吧，你报警。那我报了警，警察来了就不是10000块钱和道歉的事了啊！行，我给你3秒钟，3、2，给你，拿着，破案了，拿着，破案了，张总，行了，真是你拿的，啊，还让我去你公司上班，你做梦吧你！哎呦你妈，什么人品？道歉。我对不起，我拿你10000，我可以走了吗？不行，咋的？态度不诚恳。我这个卡，我再给你取10000，我再给你取10000，诚恳不诚恳？不行，我只要我的钱，你的钱多一分我都不要。我，你什么人？你什么人呢你？我接个电话，看住他啊！我得走，赵正，你不能走，我有事，你不能走。别说话，事没说清楚，你不能走。男的可以说话，女的别说话。啊，还在这个蛤蟆坑呢？啊，我跟你说，破案了，嗯，人找到了，10000块钱拿。啊？啊？张总，你得想想怎么给我小姨夫爷爷道歉，要不警察来了我可救不了你呀。
干啥？干啥呀？你们想？你躲开！哎呦，踹死你！踹我干啥呀？我咋了？王小倩，王小倩，我就听了你的流言蜚语，侮辱了一个大美女。嗯？啊，不是，我欺负了一个大美人。嗯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干嘛呀？过来。你干嘛？我不过，你说。我媳妇都说明白了。啊？刚才我是给他妈打了一万。给他爸打了一万，里面还有一万多。我媳妇儿她有手机银行、啊、她可以无卡转账转给她妹妹一万。你说你都无卡转账了，你让我上这儿来点什么灯啊？对不起。 你的媳妇儿就是个欠儿灯啊。你的媳妇儿她拿钱她怎么不跟你说一声呢？她在我们家有个规矩，我拿钱要通知她，她拿钱从来不通知我。好了好了，那个大亮啊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可以，谢谢。等等，干嘛呀？干嘛呀？还要？实在对不起。你快点的。对不起，不是我工作的事。那行，想着吧。我可以走了吗？可以，再见。不是，等等，干啥呀？这是？你这一万块钱，行了。我可以走了吗？我有事儿，我有事儿，我可以走了吗？谢谢。等等。哎呀，干啥呀？怎么了？我就想问一句，那么不是你偷的钱，你为什么拿出一万块钱给我呢？哎呀，我没法跟你解释了，我想给你留点悬念。行吧，我可以走了吗？我想明白了。你等等啊，你这个悬念我已经破解了。第一，你肯定是有啥急事想走。怎么才看出来的？怎么？第二啊，你被王小倩给欠住了。主要是你给欠住了。第三，你是怕我这个卡落到坏人手里，钱被人取走了，对不对？好人呢？哎呀，哪里，哪里？那行，我可以走了吗？欢送。对，对。哎呦，张总啊，干嘛？我工作，你看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公司就是倒闭了，我也不养你。什么？他的公司要倒闭？啊，他突然说。这么好的人，咱们怎么能让他公司倒闭？张总，我来帮你。不是，这用一个卡搁这，张老板，小姨夫爷爷，你卡又落这了，一块六毛六，哎呀。